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今天要去地里干活了，为种红薯提前做准备。走吧，咱俩已经到地了，对吧？我全年了，这个就是坏了，还真是加不着咱娘。我要上我家给他，那我来，来盘五回来吧。我车子忙的上咱家视频，我都没二改了，都没上改。就是来讲，等等啊，都四个来了。我来，提前吧，准备。这边做就啥了？不知道。两米大，我也不用怕，当说钱啊了，这都是小的，两米大。两米大了，听见咱娘说了没？两米。一说就该明白。我从这边往这边，从这边往中间。哦，两米都包着土了，对上一腿呗。对了，它高盖倒盖些，对了，它倒盖些了，它占了红薯的高。对呀，你知道不知道吧？听得人那会儿，看到什么动了？鼻子动了哈？啥的呀？啥的弄了？叫这事儿冰着凉，走刷刷。这是弄了，这是搁孩儿家的留空间了。你要不搁孩儿天了，你这做的。不发痒啊凉。不会自己供应品，真的。你像俺娘弄着废料孩儿，从这边看盖着废料，两米里盖吧。然后从这边多往这弄些土。这废料卡着两米里的就到档位了。哦，没废料就干样点。这不是低废吧都。少废料好会儿啊你，不就是干个呀？大娘都不想钱吗？不上，不上。这都是有技巧的。就这样就啥刀别就卡两米。我算了吧。大，就这就好。这种地人有学问的，看他好好学学。没有什么学问哈。种地没什么学问，只要少了，只要少了苦力，多地上早着早实。对，你这样会种了再展开大红，这就种。你这样晒凉出来就抖，抖着会儿没肉。哟，你都领到，肯定去尝双黄了。你说我也打，好搭档啊，黄金搭档。来吧。要上城干事儿，上来来去。走。他干地了，干完。那都种过了。你咋就信儿吧？我其实我成天做了，我成天做了没有做过任何事儿。不用来，这就没多事儿。我不真是，黄老婆是老去菜会尝吧，不知道黄菜会尝不黄尝。